不要！喂喂喂，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圆梦的地方，就是 YouTube， 你们在看。好了，现在真的是一个圆梦的地方，就是。我不告诉你怎样，就是这里，就是这里。European Central Bank， 每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央行，好像香港有 HKMA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美国有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然后英国有 Bank of England， 每一个央行也有自己的事要做，好像是要 interest rate 啊，然后要 financial stability 啊，很多很多的事。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因为一个国家很重要的经济发展就是靠这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河边，直接走过去吃早餐，然后这边看到这些风景，后意满满，秋天变冬天那个感觉，我觉得蛮浪漫的。你觉得这里怎样？是不是很美啊？我觉得我很喜欢每一次跟你走在这里，走些很美很美的地方。我希望每一次我可以跟你去世界各地每一个大城市也看那么美的地方。虽然我们的未来就好像这个天气怎样看不清楚，但是我们不怕，就是我们只要一起走下去，就算未来怎样看不到，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快乐幸福。所以我喜欢你，你可以跟我在一起吗？ Moose，谢谢你，既然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我真的每一次都只是当你这朋友，你带我来这个地方走，我真的很开心。我也希望跟你继续走下去，但是不是男女朋友的身份，是朋友的身份。我很对不起你，但是我们继续做好朋友吧。对不起哦。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我把我的真心付给你，但是你却把我当成好朋友，我不甘心。为什么都是这样？我不要，我不要！为什么我活了那么久，每一次都是这样？已经不是第一个女生了。从此以后，已经没有 Moose 这个人，没有啦。这里是 Frankfurt Cathedral。那我们看完这个 graffiti 以后，就过去吃早餐。Dunkers， 快来，我还不急。我们刚刚听到 the party， 这个意思就是说 we should have a good meal。 我们现在就走去大小火车的路上，刚刚呢我们看到对着那个手机在说话，你知道这是什么？刚刚我们直播了，如果你们还没看直播的话，现在去看。我们那个小火车来了，这个下面有什么？我们会主要走 Frankfurt Station， 上面还有苹果酒给我们喝，可以我们一边喝酒一边享受那个风景。就是这个，谢谢。来到这里，刚刚付了八欧以后，就买了票，这里可以去到不一样的地方，主要 Frankfurt 的景点，还有送一个酒跟这个小吃。那个酒呢，它有四个选择，不喝酒的人都可以坐在这里，可以有那个苹果汁，可以有那个苹果酒加那个 mineral water， 还有 sour apple wine， 还有这个 normal apple wine。然后我刚刚问他，那个是最 most popular， 然后他就说这个，所以我就点了这个了。我们现在就看，等他好不好吃。这里的特色就是每一个座位旁边有这些洞，你可以把那个酒放在这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直接看。好大啦！哎，现在我们有这个，通常你们会怎样？直接丢着去还是回收？我呢会把它压进来回收，但是在德国更不一样。德国的回收就是用这个机器，你把那个瓶子放进去这里，用这个 barcode scan， 然后通常有时候他会这里给你钱，但是这里是 donation。 对，我现在都放进去。对，就是我
哎，看不到，怎么了？哎，不见了。好了，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开心做好事？因为我今天早上有铺床。嘿嘿，要是坐第一排，然后我是没有看过那些空姐是怎么关门的。嘿嘿，你觉得我是看空姐还是看关门呢？喂，我的恭喜啊！跟我前的 Felix 同我哋一齐创立一个 ending。这不是我的 plot， 所以我要走了。咁Felix，你觉得今日点啊？几好啊，几好，几好，根本就系佢话差啲 miss 咗关机。你见到 Moose 表白成功，有咩感受？佢话好无聊，他最近每次我 We Are Talk， Will Walker。Instagram， 哈哈哈哈哈！啊，今天冷，今天你觉得怎样？超级棒，只是刚说天气很烂，然后我要搬到德国。如果我跟你说不表白成功，你会怎样 ？Instagram， 总会在里面看到他表白成功。我会，你会很兴奋，因为我不表白失败了。听 W， 好，那他说如果我失败的话，必须听 W， 好，大家都知道结果，我们就不要说。好。记得 Will Walker 2017 TWN 不是英国留学香港仔，英国小厨师。好，我请他 Felix 说 Like and Subscribe。 Like and Subscribe。Like and Subscribe。 对，我还没想。